吗？不可能，任天堂。我觉得当年不会选任天堂吧，应该是孙宇先。是吗？好吧，难怪，难怪他会突然选这关。对啊，不能去太大的关。可能是当你看场地在选角色吧。应该是，因为我们应该都会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小的场，对，就比较好追。那好像很可怕的。有些角色都有场地，就感觉随便跑就跑到最后前面，然后就红猫就追不到，永远追不到。红猫还应该对吧、啊？可是至少是比较好的场地了。嗯，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以红猫来讲的话，三尼奥就是，我记得不好用。我不认识火猫，不过还好，他现在打蛮稳的，对啊。要把那个尽量把身位锁在外面。都有办法近距离的话，火猫我觉得还蛮有压力的。当然，他很多东西都很痛。然后像那个下臂啊，就是你也不能松懈。那个，一早。但要讲 Corin 的话、，Corin 不是那种典型的剑脚啊，但是就是还是会有那种 range 的压力，会有距离。给压像那个，刚我不知道怎么都没打到他哎、欸，还用他的胸肌给他挡住了。哦，大单 S 还不会死，因为他刚才还没用掉那个，就那个忍耐力不够。火猫好像有那个的时候，有下臂的时候，只要你一抓他，他那就不见。是吗？对对对，这我没有注意过，我昨天才知道，所以。假如火所以要抓他哦。对，假如火猫有，假如你用像什么，只是通常我加能的那个 punch 哦。他直接哇！刚的那个 options cover 真的太好用了，可是这个还真的想不到。对对对，他也没有想要摔。通常是在下面的话，你比较想用就是在场下你想用那个，因为就是有时候别人不会料到。但假如你在场地正下面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往上丢啊，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就 tag 不到。要往上丢吗？往上丢，因为你可以拿去瘦身的，真的。但通常都是不痛。因为不碰他们就掉下去了，然后没有，通常没有时间那个。他现在打得很好、欸，对啊，场地真的，他真的是哇，就怕了，我要打这样输下来。我上帝火妈也是他一开始来玩的、哦，对对吧？他最资深的角色，看上帝能不能维持这个那个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对吧、啊？哎、哇！刚刚一个 jump read 118，几乎是赢了一命了。差不多就看他大尔现在哇！哎，手场外吗？哇、欸！又来一次，还有跳，这次还有跳，这回死。这脚痛。read 很好。哎、欸，现在可怕了，桑尼直接领先整一命了。哦，桑尼都直接这样直接撞。当然、啊，他不会最多、啊，他不会想要往上丢之类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爬树最多，当然爬树。跟大尔打。哦，炸到。欸，炸到很好啊，刚直接9%、8%、12%。啊，那你还是小心一点，因、为回场没那么强。哇，三个空恩空后就死了。那就R森空后。对。也是好，现在看到三尼奥，你要这是最可怕的。刚刚因为很低趴就不上高趴，三尼就是身上都在领先，但就最关键的时刻就哎，这、就是大宇这场第一次那个。终于，但是就现在就可怕了。哎呦，哎，这回来了，现在超级无敌平。不愧是火猫，哇、哎呦，比得好。火猫的那个空下好像很被 buff， 就想修。但能他现在空下我觉得很优秀，对，可以拿来 combo 进上一二三摔滚一二三，不上摔，上 S、哎、对。哦，可怕，哇、哎哦，可怕，会被 punish。那也不能乱丢啦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现在大家知道他什么都想。哇，刚好闪了，还有还有还有，他们真可怕。哦，危险危险！刚刚那是 Sour 了，对对对，肉盘肉盘。哇，怎么？他爆就没了。哦，那真的很痛，我不知道那种痛。不算很痛啊，可是这那个趴数差不多了。啊，可惜。哇，刚上一阵太可惜。我真的，他是打很好的，刚开始打超好的，感觉很稳，对，什么都做对了，感觉第二命死的那个比较关键吧、因为很低趴就被接出去了，然后那个节奏就被大人拿走，对啊，然后节奏，我妈一定要节奏，我妈没节奏就打不赢，对啊，因为你一定要有个气势压力在对手上，他还是选火猫，对、啊，红哥那个是同场地吧，对、对对对，他觉得他做得到。
但是有那个很重要啊，要相信自己。我们现在看看，大鱼这次开场差很多，对，就典型大鱼。哦，有了，哎、欸，这次就没有打了，往上丢了，因为想 combo 了。对啊，通常应该第一趴都往上丢。真的吗？嗯，很多人都会往上丢、哦，不想把那个，因为打不飞人、啊。对。哎、欸，火猫空上 A 我觉得算很强。哦，强啊，强强强，可以那个腿球都可以下摔空上空上。嗯。然后呢，就是哇，没死没死没死，刚强派还没死，对吧？火猫算重，火猫算重，这样看起来苗条。哎、欸，他没跳，危险，可以。大宇居然没让那个，哇，不小心抓到第二次，好危险。对，哎、欸，死了，不行不行，这是火猫最烂的地方吗？回场知道就回场，一定是回场。回场跑速回法跟跑速，对，跑速太慢了。火猫真的是非常吃亏啊，因为他也，假如你第一下往上臂的第一下没有抓到的话，你就得，你还没有时间像空闪往上空闪，因为他你就得往下飞，对吧、啊？其实有些闪的也是死，没办法。嗯。好，现在大鱼领，哎呦痛！大鱼领先超多了，对，已经领先真的一命了。哎呦、啊！哇，刚空闪直接给他避到，节奏完全。被拿走了，对啊，现在三点要想办法，他被锁在场外，忍耐要忍住一下，然后进来，还没死吧？但发速多，还不错、哦。哇，刚抓的好，对那 rage 不够，那应该也不会死啊。那怪我觉得那招很难杀人，一定要在上面抓、啊。哦，他因为上面抓吗？哎呀，可惜，哎、哎。哎呀，刚刚有个人可以去抓啦，他可以上帅，他可能会杀吧，应该也不行，我觉得应该也不行。哇，刚、那个他是用上，他好像上来锁掉了。对，哦，他刚不会被抓到吗？假如是普通站着的话，哦，危险，危险。他现在还只有他有三命了，他剩下最后一命了。对啊。因为桑尼现在被打，他空闪太多次了，危险。哦，这个借脚还不错。哦，可以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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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。我妈几只？啊，可惜第一场真的打得很好。对，然后大鱼就恭喜大鱼。对，我忘记计分了，糟糕。没关系，对，现在快也好。换我。